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能够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你每天所说的话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或者是让别人觉得受伤害呢？我们需要留意我们口所出的每一句话。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传道书第十章十二到二十节，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在传道书的后半段大部分都是一些格言的汇集，那在这个不同的段落里面都会有不同的主题。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它特别在把这个智慧人跟愚昧人做一个对照，而它对照的重点是在于他们的言语。所以十二节这里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所以一个智慧的人呢，他所说的话是恩言，他的口中所释放出来的是能够成为祝福，成为造就别人的话语。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常常都要去讲一些别人爱听的话，或者是说甚至是一些逢迎的话语，而是我们的话有没有真正的可以成为可以建造别人可以祝福别人的这些言语。那相对来讲，一个愚昧的人呢，他的表达就是他的嘴是吞灭自己，不但是没有办法造就别人，他是把自己给吞吃了，把自己给吞灭了，他的话让他自己受损。那十三节进一步说，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所以你看到这个愚昧人一开口就把他里面的真实的一个状况把他表现出来，他心中所充满的是愚昧的这些意念呢，他口里表达出来就是这些话。那说到话说到后来呢，甚至是这个奸恶的狂妄，也就是说他讲了很多的话呢，结果是很空泛的，甚至是一种骄傲狂妄的自大的一个话语。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人很喜欢说话，但是这个话的内容呢是好像没有任何的建设性，甚至他讲的越多呢越显出他自己的一个愚昧。十四节就是说，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他讲很多，好像看起来好像他知道很多但是他讲了半天呢，他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会遇到什么事有些人他好像很喜欢说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可是其实那些都是他自己个人的一种想法并不能够真正的指出所谓的未来真正会发生的事情。智慧的人可以某个层面预测未来的趋势，可是愚昧的人他所讲的这么多的话呢，只是更多凸显出他自己的那种狂妄跟自大这样的话语是没有办法造就人的。
在十五节这里说，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这里凸显出说他努力了很多啊，可是呢他却使自己困乏，就是刚刚说的，他最后是吞吃了自己，他只是显出他的愚昧，只是让人更看清他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边说，这个他连进城的路都不知道啊，就是一个人他要进城其实很明显，可是呢这里用一个图像表达说，一个愚昧的人他连那个要很明显的路他都找不到，更不要说去预测未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口中的话。圣经不断地教导我们，我们的舌头到底它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功效，是祝福人呢，或者是使人跌倒，或者是凸显出自己的愚昧，甚至把自己给吞吃了。我们留意自己所说的话，才不会好像这里所说的成为一个愚昧的人。在下半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作者把这种愚昧跟智慧的一个对比把它更扩大一个愚昧的人，他也许他的话语不能够造就别人是吞吃自己，可能那个影响是还算是比较小范围的。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一个人他是居高位也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个领袖，他可能是更有影响力的人，那他的言语、他的表现他的行为，那当然影响的范围就更大了。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用一国之君，还有这个在国家里面的这些执政掌权者来作为一个图像的比较。他这边说到，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捕利，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是，他说如果一个国家里面的这个国王一国之君是孩童孩童这个字呢，原来是有点是一个卑贱的仆人的意思那他的臣仆呢，是一早晨起来就宴乐就荒宴醉酒那这个国家真的是有祸了这里这个国家的国民呢，他们真的是没有一个前景的。但是相对来讲，如果一个国家的君王是贵胄之子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尊贵的一个王室，他知道怎么样来治理国家，而他的群臣是按时吃喝，为要捕利，不为酒醉也就是他们所这个吃饭都是为着是要让自己更有力量更有这个智慧，能够来治理国家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享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这个国家就是有盼望的，这个国民是有福分的。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愚昧跟智慧的对比，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做领袖的，或者说在一个国家当中执政掌权的，那真的那个影响就相当大。它不是影响到个人不只是影响到他身边，是影响到整个的国家。所以当我们想到这边，我们就真的是要特别的想到我们要为这个执政掌权者来祷告虽然我们知道在这当中呢，所要凸显出来的说是那个在国家当中有影响力的人他们的位分真的是很重要如果他们没有一个勤奋的态度是好像在十八节这边说是人懒惰房屋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如果没有一个勤奋的态度早晨起来就想要宴乐，那这个国家真的是没盼望但是我们在想到这边的时候，也并不是要去好像咒骂批评这个执政掌权者因为传道书作者提醒我们说，你不要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他也不可咒诅父父，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在背后批评，因为那些言语呢，其实是会传出去的其实重要的不是怕人家知道，而是我们应该用祷告代祷来代替咒诅，我们应该用祝福来代替批评。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领袖的影响力，我们就更多的为他们祷告，为在这国家当中这些政府官员祷告，好叫他们能够带出正面的影响。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有代祷的权柄，求你帮助我们
用祷告代替我们的咒诅，用我们的守望代替我们的批评，好让我们的国家能够更加的蒙福。愿你施恩在我们的执政掌权者的当中，使他们有智慧，使他们勤奋，使他们能够为国家人民百姓着想。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Thank you.